个跟我们蓝牙耳机呢，我们主打的是超低延迟，它本身的延迟呢大概是120毫秒，所以非常的低。那如果说它的操作方式是它还有电竞模式，如果说在观看直播或者是在玩游戏的话，只要双耳长按，它就会进入电竞模式，把延迟再降低10%。那它的操作方式呢，是它如果点两下，它可以暂停播放，那再点两下会继续播放。然后它本身在通话方面，我们也有 ENC 的通话降噪。然后它有支援，本身有支援无线充电，还有支援无线充电，还有Type C 的充电口。那行动电源呢？行动电源是10000毫安普的行动电源，那有三种颜色。我从这一次蓝色是只售不卖的，台湾会上是红色跟黄色两种颜色。那它本身是18瓦快充的行动电源，那支援多种快充，包含 QC、TT、神送、Apple、MTK 等等的快充，这都有支援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开盖并且长按按钮来做配对。那长按之后呢，它会开始进行蓝牙的连接，然后可以看到现在画面上有在亮灯，它的灯号呢同时也是代表它的电量，如果是绿色灯号的话，代表它的电量还是2/3以上，那黄色代表介于1/3跟2/3之间，那如果红色就代表低于1/3，可能需要充电了。